在你听到这个声音的过程中，戒指里本来相对静止的质点随着音波的传播而发生震动，这就表明这些质点获得了能量。这些能量可以很小，仅仅是让我矫正自己思维中的杂音，但同时也可以非常巨大。夕阳洒在最后一行的休止符时，我同他们期望的一样，在空气中看到了闪着金光的乐章。乐章不断传播着我的能量，它将我推向殿堂之上，在空气中嗅到才华散发的芬芳。芬芳，它在我身上随着时间的流动而逐渐消亡。消亡后，它将我推向深渊之下。在这个空间中，我们的眼里都没了光。光洒在指缝中的空白，我继续写，期盼旋律带给我方向。而在另一个空间中，我看到我本该拥有的景象，它散发着金光，就像他们最初期望的一样。巨大的能量迫使潮汐发生更改，也催促着这个世界逐渐变得荒唐。你相信吗？